挑装备不仅看数值，也要看它的价钱。有些人会恶意灌水，还有看你自己的财力状况。我自己弄装备会给自己设一个目标了，就比如说，我可能目标就是次顶17星。哦，哎，等等了，终于啊，259了，哎，练了5个小时了。真的嘞，哎，感谢感谢啊！刚刚讲到哪了？买装备嘛，买装备给自己设个目标。